来，食物跟宝可梦，你们要哪一个？哦，食物啊，食物吧。我觉得宝可梦远。宝可梦，我感觉最近我根本最近没玩，你们都有玩。因为小火龙、杰尼龟、皮卡丘，我也就懂一点。来，食物，应该是这个模式啊。都忘了今天晚餐吃什么了。啊、哦，好，来食物。一句话，一句话就是我画的东西吗？就食物、啊。就食物，填个食物。好，出一个简单的。我也出一个简单的。我出一个不难的。简单的。这个大家不仅都有吃过，而且非常好画。我这个超级简单。你们都这么简单哦，真是谢谢你们。这个就是让大家表演一下自己绘画功力而已啦，不用出太难啦、这个有人怎么变成一句话啦？哪鬼？不是形容词。白痴，这个怎么画 ？OK, ready。嗯，我这个是非常好你这么快啊！哦，我这个超简单，这个人出的好，尽力了，或者说尽力了。哎，这个怎么画？时间很多，慢慢来。你一笔一笔的画、嗯，后面有人会帮你猜到的吧？不是，那不是哦，还是有人出不是食物的，这我们一定强力谴责哦。是食物啦，是食物，但是但啊，哦，是丁一出的。丁每次都出那些白痴题目。我说有，不是不是，有人不是我这个好、啊，你就继续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了，好，终于好了。哦，请描述这个。简单啦，简单啦。我觉得我画的超级好的、欸。感觉这个人画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、啊。简单明了。看不懂啊。Oh my god！ 怎么有人说不知道？不知道就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你不能怪我啊，我看不懂啊。OK， 画的完美。啊，我只能说，现在差不多了吗？画的真好，阿文西看到都会跳出来。我真棒。我这个虽然有点挑战性，但也没很难啊。现在是不是不知道的那个不知道怎么画了？嗯，没有，我已经很早就画完了。哦，这个简单的傻鬼哦，但是傻鬼、哦这个，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个啊，可以啊，这个经过我的加工，哎，太完美了，我尽力画了，画的真好，好、嗯，好、哦，哎、哦，迪、欸、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这我感觉一定对。OK OK， 开始展示相簿，请你。哎，请展示相簿。养乐多，这是我画的好啊！哎呦，可以呀、啊！你画的，哎，画的超好的，好不好？我应该也画的不错，我感觉。有吗？猜得出来，猜得出来。哭啊！你这样都可以啊！我黑马丁宇，不是，我懂的都懂。我开始歪掉了吧？哎、欸，还多，他写个多、欸，你还写字哎、欸？养乐多上面就有一个多，你自己看。不是，你还写字哎、欸？就不能写字哦？对，就是这个白痴是什么话？哎、欸，这个我有帮你画出来，这个我画很准。这怎么画？我也不知道。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发挥你的想象力。不是，该不会最后那个是大海出的题目吧？好多打样，我蛮想写那个的，让我打太多字了。我好像我尽力表达。哦，这是共玩他、哦。Easy 吧？啊？哦哦。我觉得很难画出什么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画。变成这样了、哦，我尽力，我尽力。哭啊！原来是这个题目啊！哦，那个原来是够完蛋了。我也是有什么样哎、欸，因为要死了是不是？我要打太长嘞、欸，让我打很多，我又该。我这题我好像没有你真的那么难哦？
为什么我好像没有碰到这一题啊？对，我好像没碰到这一题耶。哎哎，毛碎哦，毛碎哦，有猜到、啊，有料毛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你呀、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他就那个画那个黄子，我想说应该就是这个吧。嗯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来啦，玩一轮那个啦，玩一轮那个最只有最后能猜的，我看一下。OK， 哪一个、欸？哎、啊，要什么题目？我们好像都不太会想题目哎、欸。要是可以随机帮大家分一个题目出来就好了。啊，不然用这个啦，试试看这个啦。这里有一个可以甩的，来，大家在这个上面打上自己的名字，他会随机给你出一个题目 ，OK 吧？哦，名字啊？为什么我打我的本名会出现这？好像打本名，欸、你们要打本名还是随便打？就打本名吧，就打本名吧。我打圣诞老人。发情。对他写发情，这是一个题目，有够可悲。警套形容，你再用一个。我也甩到形容词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这可以画。感觉这个好像不，这个好像甩不太出什么吗？好像怪怪的。我甩两次都可以画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建议不要，建议不要。我甩的是可以画，我甩的是双马尾。我的也是画了，我也是双马尾。我甩抹布跟水手服哎。建议不要。我是水手服哎，我第二次甩是水手服哎。建议不要，建议不要。哎，这个很废啊，这毛也不洗的、啊，它是重复的、啊。再找一个啊，再找一个、啊。不然就再一次食物就好了。哦，来啦，食物拿起来了啦。OK。哎、欸，有食物产生器耶？有吗？来来来，食物产生器就用那个吧，不然肯定有人在搞。好，我甩到的是这个。嗯，我甩到的是这个。哦，哎、欸这个我最近才吃哎、欸，这个很简单。好，它应该是有这样的，然后还有这样的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我这个长什么样子。好，它也有这样的啊，就这样吧。OK， 应该是猜得到的。希望下一个人可以 get 到我的精神。下一个人应该淘汰。我觉得我画得很好，把我的精神传下去。这样吧。啊？哎，又要猜了。嗯哎、欸，那好像是选错模式嘞、欸哦啊，可能真的要换模式哎、欸。好、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办。好、啊。Oh my god！ 嗯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突然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嘞。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感觉三个人猜错。哦、啊，这个是食物哦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是，嗯，我就合理的怀疑，真的是有人在乱画。他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？感觉目前为止发挥堪称完美，只能猜一个了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啊，字打错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啊哦哦 ，Oh my god！ 应该是这个颜色的吧？然后里面会有。可恶，画不出来。那、啊、这怎么画？完了，下一个人被我害死了。完了啦，完了啦。没事，他肯定猜得出来。OK。极限，我只说是极限，极限真的是极限。我这个真的偏难呢、欸。我没有想到会搞成这样、欸，我没有想到。没有想到可以甩出这种等级的题目哎、欸！觉得现在我算是超常发挥 ，easy。或者说，食物的面向真的很广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只要能吃的就是食物，只要能塞到嘴巴的都是食物，能塞进嘴里吞下去的就是食物。哦，那你的食物很多嘞。没错，我现在慢慢体会到这种感觉。这是什么？哦这是食物吗？不知道是这个还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真的可以吃吗？不是，为什么你会问到这个？我真的没有遇过毛手那个、欸，
会有不能吃的食物。这个真的可以吃吗？我这个没有，我看的不太难。我感觉我们的社会应该不能吃这个，只要能吞就是食物啊。嗯，能咬就是食物啦。来，开讲喽！开讲喽！不要搞了吧。好啊，我画到胡桃，超级难。到底谁画的胡桃？我一开始本来想回答黑木耳，但我想不起来。我本来想说黑木耳。蔬菜，蔬菜的反胃。蔬菜。嗯，该不会我刚刚画的那个是一个统称啊？香菇是这个吧？海派有啊，花野菜，花野菜有，我就感受到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黑木耳，然后突然我、哦、我有感受到，我有感受到。轻松。哎、欸，恭喜！没人对，我是错的。一路之福。你甩到这个也是偏难的、欸，但还好我有算。我有哎、欸，有吧？有哎、欸，五颜六色是不是？可以哎、欸。我原本要猜 MM 巧克力、欸，我还以为我猜错哎、欸。哇哇哦呦，是有哎、欸，你有加料啊？我就是加这个。我就是单纯。哥哥啊，善成吃健康啊，他就变健康了。我们不同系啊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什么？是我的问题吗？哦，是火锅、啊。这个也太难了吧！哦，石头火锅。哦，这是石头火锅。啊，这样有对、欸？竟然还猜得出来？没事啊，接下来传到我喽。有啊，我有猜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第一，懂吧？下面的火嘛，上面是锅嘛，火锅。对啊， Easy、胜败这个可能要发挥铁板烧，为什么用想象力啊？铁板烧，嗯，这个电视没有那种盘，这两个就有那个、啊、没有办法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我 get 到了，我画的非常好啊。有没有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吧？回的气，我的天啊，画超好的、欸，你看，你看。你这样对啊，有这个有这个有。那我画的也很好。哦，你画的也不差、欸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蛮有料的、欸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我做过台式的披萨，台式的披萨是什么？披萨那个一碗盘子、啊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楼下的都懂啊？怎么咖喱饭最后变披萨？鬼转不是他那个画的太像披萨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我问你啊，这怎么画？为什么是双黑画？哇！哇！鱿鱼哇，在水里哇！哎呀，我这有吧有吧，大大还有吧，我是感到内伤了。你这个汤、啊、喂，丁一你有对吧？丁一你有对吧？我想超久，字还打错，因为我想丁一你有对吧？最后谁吃鱼缸、欸？哎，这能是吃的吗？这个也是吃的。不是，就跟你说是吃的。是，我想说你们说什么放进嘴里就可以了。难成真有这种东西。谁得分？哎、欸，我第一耶、欸！我也第一啊！哎、啊欸，我第一耶、欸！啊！哎、啊，部、啊、长，我画这么好，对，我画这么好，为什么？部长，啊，搞到了最后哎、欸，是因为那个味噌汤？不知道、欸，还是善存在搞你。善存的为什么可以比我好？我善存画的超好了，你没有猜到。为什么善存跟铁板烧可以比较高分？嗯，来啦，最后一 round 啊，是小当家的料理 OK 吧？刚刚我看大凯已经饥渴难耐了、啊。没看小当家。小当家，我真是，我好像没有完整看过哎、欸。我想看一下。我其实好像没有完整看过、欸，我就没看过。Google 一下。Google 一下，肯定有的吧。我只能说小当家，我只知道酱汁。那你就填那个酱汁了。哎，又不是我作答，我填那个干嘛？哎，你现在作答，你去 Google 一个有名的出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。会不会有人抽题目撞到？撞到也没差，猜得到就好了嘛。有道理、欸。这个一定会。哦。哎呦，最 easy 的来了。哎，我这个简单嘞，真的简单嘞，不提哇，这个真的是最有名的，这个就是展现画工的时候了。我只用 Google 了，我看都没看过，我看一下是什么。画的真好，我是真画的真棒。阿 J 你就棒，
OK， 完美，一模一样。啊，我也觉得，我真的是一模一样，而且我画是那种意境，你知道？没看过小当家，猜我这个题目也是猜是一样的字。你们都有办法。下面的希望你看得懂，可以救一下。大成功！哎，大成功！完美。好，就会有人出这种废题目啊！我没脏啊。哎，就会有一个人啊，就会有人跟我这样。是人吗？我的天，这个太屌了！我竟然看懂了。那个是感觉。我不管了，这等等，如果有人看出来了，你再修改一下。真的，真的，有人看出来了，你们再处理啊。OK， okay 完成。大海画不完了、啊、有那么难、啊？有人画那么久啊？难呐、啊！大海那一题难的，是不是？难的，难的，难的、哦。我这一道我看的不是很想吃、欸，感觉不太像是出自于小当家之手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我会，哦、这个画的不错哎、欸，虽然很简陋，但我知道它的意会是什么。嗯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可以帮他修改一下。哦，有，完成，哎，又完成了一个巨作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阿凯手下留情了、啊。我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那么久了。我画的很好，我画的。整个环境，哎，不得了！这个很难很难错了，他这一道太经典了，经典中的经典吗？嗯，经典中的经典，啊、这一道至少演两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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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、啊啊！我竟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、欸？这是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有画不出来的、啊？这个很有料、欸。真的好屌！我也看不懂。有人在乱画，我发现了。我这个很有料哎、欸。嗯，我这一道我是知道，但好像不太好画。这个哎，这一道菜很费功夫哎、欸。哦，难道是那一道吗？哦，这一道菜不好做哎、欸，搞干啊！我不知道好不好做，但应该不好吃。是我极限了，我来猜猜看是不是这个？我帮你多加了，好不好？这个，帮他多加了一点。哦，我也看这种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就这个不好说是哪一种哦，是隔壁的还是？完了，忘记了。嗯，没有办法哎、欸，没有办法哎、欸，没有办法，我这个我没有办法猜出来，希望下一个可以自己猜出来。嗯 ，OK， 我打开这个中华一番登场料理、嗯、料理表，准备来猜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准备来猜了啊！不懂的记得去 Google 一下。哇，这什么？啊、哇，这我知道。完了，我好像小当家有几集没看，这个感觉是其中一个。有了，就这个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是吗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毛不可能吧？嗯，难道是这个吗？这个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什么，运气不错。我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，这到底是啥鬼？爆炒新疆菜到底在那是啥？我感觉我没有看过那个新疆菜，我怎么也没有印象。我怎么画出它爆炒的感觉？我只能说，不是你要爆炒啊！我是不是敢爆炒啊？有只有两坨在那边，小当家怎么爆炒，你就怎么爆炒啊！我的天啊！我竟然是猜这题的人哦！你有中吗？不是，隔壁真的有彗星炒饭、欸。我刚刚真的有画到彗星炒饭，真的有、啊？还是我那个是彗星炒饭？我感觉我没看过，所以没猜到。我真的有画到彗星诶、欸，我以为彗星撞地球吗？很难诶、欸，我还想照他画的、欸，发现格不够诶、欸，画三格而已。这个不是猜错，你就没有把熊猫画出来。不过这个也不太可能会错啊。我只能说我猜错了、嗯。看到有，我好像没看过这个。我，哎呦，白痴的，有吧？
有有好像有哎、欸，你好像有，你你还有那个挡板、欸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就是看到黑白黑白的感觉，就是不是我跟你说，没看小当家啊、哦，哦，这个超级有名，他这一道超级有名，屌打少安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那个？我知道你在画什么，我想说差不多意思，这一定有人猜得出来，可惜。银龙炸虾是谁的、啊？这个是，这是小当家的吗？好像是那个谁。五小哥是不是？他龙虾料理的那一道是不是？好难哦！我的炸虾一道是吧？有把爱传下去吧？我就照着画、欸。我以为他飞天了。哎、欸，大概我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生龙饺子哎、欸，还有一点难哎、欸，我也以为是生龙饺子啊。我也觉得很难。这是什么？我以为是那个哎、欸，列兵先雕山哎、欸，上面都是银色，因为我调了一下哎、欸，把我把场景换成蓝色的、欸。哦，大凯，你还弄贴心麻签？对啊，我想说会不会是制冰的感觉？我以为在养鱼缸哎、欸，大凯。是，对啊，是好像喝的，我至少猜是喝的。不是，家主搞，你连小当家的料理。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哎，你们看那个鱼，那个鱔，那就一个眼睛。有哎、欸，我有看到、欸。你还敢说自己看过小当家？最好、啊、是那个有看猜得出来。我还加人上去转的，你看。大概九秒。上去转的，大概九秒。这个很难错啊！啊，上去转。神秘锅巴料理，唯一一个正确的。哎，刚刚上面都没人对嘛，全错是不是？应该吧？嗯，是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来了，经典吧？来了，你、欸、这个我也猜得出来，这个经典动画版最后一集，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都没有水晶跟凤凰的感觉，就是一只鸟，都不会画哎、欸，有会。至少看起来像是鸡了吧？我看起来有。哎，这个就随便画一画就能懂哎。对啊，有嘛？哦、连胜败都能对啊、哦！你没看过也知道这一道啊！哎、真正会心炒饭、哦、看起来不是鸟就是凤凰。嗯、哎，我画真好。画、啊、这个吗？来了。这个我画，飞过来喽！我好像飞过来喽！我没看过小当家、啊啊，这个很有名吗？这个很有名。那好像是我的问题、啊。那我是真正没看过、欸，我是刚刚那个抄那个菜名。我忘记画旁边那个，完蛋。哦哦，大家其实画的都还行啊。嗯，那也没办法，我建议大家该去补一补小当家。小当家真的要看吗？嗯，真的要看啊。欧阳姐，为什么你的彗星炒饭饭不见了？不是，饭还在飞啊！哦，这是转化错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饭是要飞过来的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看。它会先打开，然后哎，饭呢？然后饭就从天上飞下来。哦，好，我的太阳的日月精华。好啊，被你爆雷了。不用看了，赶快去看了。哎。现在刚好演到那个、欸、大熊猫麻婆豆腐哎、欸，你说你的题目哦？嗯，哎、欸，是我的题目吗？是我的。啊、哦、啊，收工了。